初韵，下班了，赶紧走，我们一起去过生日。嗯，好。那今晚我们吃什么呀？嗯，初韵呢？嗯，主编让你把这个 U 盘送到楼下餐厅。可是我一会儿……别可是了，很急呀、啊。哎呀，拜托。嗯，好吧。烦死了。初韵，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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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来，初韵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初韵，快许愿吧！许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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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愿。跟我一起许愿吧。蜡烛，哇！你干嘛？研究院派出现潜队来抓你，刘谦，现在回去还能从轻处理。我马上就处理好了。主编，我还要稿没改呢，我先带赵维刚走了。初韵，生日快乐，我也先撤了。初韵，初韵你在吗？初韵，初韵，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不过是放弃了一个不合适的人而已，我一定帮你找到更好的。刘谦，你到底用我的身体做了什么？我都是为你好，你们不合适，在一起只会是你受伤害。伤害我的人到底是他还是你？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们的指数那么低。指数，指数，你就只知道指数？难道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吗？你就只会靠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去活着？你们所有人都在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，凭什么？我们是朋友，我怎么会？
韩总，是不是可以优惠更多？好像是，咱俩拼一张卡。文正，韩总，初韵呢？初韵，初韵今天请假了，没过来上班。跟韩子昂第一次见面的人是我，第一次跟他约会的还是我，难道不是因为他跟我的相处才跟你在一起的吗？你大可以去试试，看看他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你。初韵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我有酒吗？有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来是跟你道歉的，所以你能原谅我吗？你喝多了。你先告诉我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都没生气，我原谅你什么？没生气。没有啊。我都对你做了那些事儿了，你不生气？证明他爱的是刘谦，还是我？你不信是吧？你大可以去试试，看看他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你。你怎么了？他说的果然是对的。初韵，你别怕我。阿泽，我爱你，但我却感受不到你爱的人是我。
清醒的梦境，那里日子过于枯燥，人群热闹的缠成了孤岛。于是我们都变成了一座座孤岛，哦哦，做自己的囚牢，不再渴望